欢迎来到桃花坞，未来三个月你们就是这里的主人，可以自由使用桃花坞的所有设施，把这里建成你们心中的理想社区。这是一次振兴乡村的真实记录，这是一次充满未知的生活体验。唯一的规则就是你们先要自掏腰包成为桃花坞的股东。需要我们花钱？你们投入的资金将进入固定的账户，桌上的手环也记着支付系统，用于你们在桃花坞内的消费。还等什么呢？带上手环迎接挑战吧！带手环付钱。我来到桃花坞是想避免我在生活中赚钱的压力，没想到来到这里要花钱的压力，而且继续面对这个事。嗯哼，这就是桃花坞的真面目，当然跟骗钱无关哈。这是一个关于共建理想生活的大蓝图，但15个居民有15个理想，这道合作题关键在他。吴长，请开始您的表演。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会其实有4个事情要解决嘛。第一个是自我介绍，第二个是出多少钱，第三个钱怎么管，第四个是晚饭怎么吃。我觉得这四个我想要先问一件事情。好，水怎么办？是不是也要我们自己去买？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从进驻到现在大家觉得有什么需求需要提出来的，我先收集一下，或者等等之类的。我有一建议要存掉了。什么水吃饭这些都是小事，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大家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是我们来是大家是要干嘛，对吧？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好，核心问题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如果大家觉得 OK 的话，我们就大家用简短的方式大致说一下自己想象中所谓的理想社区是什么样子。我们然后呢，我们千万不能先开始讨论每个人心中的理想社区，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发言，你换一个议题。这样吧，我觉得我们先给钱吧。先给钱？不是，我先问一下，出钱是干嘛？是要买吃的是出钱吗？其实我们先不管这个钱做什么，我们可以先存一些钱在一个池子里，大家心里有底一点。村长，主要现在涉及到这个钱，是说我们自己今天想喝瓶酒，明天想买个烤肠，也从这钱里走，还是说公共的？是？不是不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这个钱啊，到底是他干嘛用？先是吃喝呀。是集体吃喝用还是个人吃喝？集体，个人吃喝也是集体。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就觉得要取消这个花钱的机制。因为我们来这是来好好生活的，但是如果要有了钱，我今天买个酒也买不起，买个菜也好不起，那过的就是算计的生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取消了一个会。但如果不开会，咱们干嘛呢？哎，我们的议题到底还进行吗？我觉得光这个都可以聊一整个下午，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还要花时间在这里讨论花钱来吃饭和就这种生存类的节目的话，我们是无法追求理想生活的。对，我现在有一个核心议题是，我们愿意出钱是用于建设理想生活，而不是生活费或者吃饭或者别的这些事情了。就这个是，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不同意，我认为没有生存就没有后面的理想生活。对，吃饭总是可以的吧？没有，他们现在是。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打造这个桃花坞，它是需要花费的，而不是我们生活上花费。对，不是，我觉得咱们如果搞什么创作或者要有什么表演，可以一起出钱。比如说他想要做一个什么秀啊？是不是又有种熟悉的感觉？没错，当所有人都有意见，却没有人拍板定论，就会有点痛苦。 Relax， 你当个快乐的吃瓜观众就好。生活就自己弄自己的，这不就是咱们一个共同的一基金吗？所谓是吧？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去？那个在路上，我的 PD 就跟我说这个事情，说让我们共同投资。我说那是不是要立合同啊？所有人都是股东，大家来经营这个地方，对吧？真的赚钱和真的花钱，那个才会激发人们的动力。首先我认为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怎么花钱，花了多少钱，谁出了多少钱，谁又买了什么，一点劲都没有。对对对，是是。所以实际上是我们一群人，我们是要建立友情。
我觉得第一期咱们应该轻松点，咱们就每天玩，就做游戏，就是、对，哎呀，熟悉一点，开心。我们这叫50公里哦，郊外玩。哎呀，真是多热闹！感觉村长很难当。村长被架空了，我感觉村长。村长，村长懵了。可能我们这15个人跑我这儿，他们14个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上都能当领导者，但是你想这个刘备为什么和曹操和孙权他们仨不在一个国家呢？是吧，这个对吧，那这八个皇上不能搁一块儿啊，是吧，八个 CEO 管一个公司，你这公司上哪儿好去？务长这种一个 CEO 管14个 CEO 的感觉是第一次吧。掌握话语权的突破口也许就藏在最基础的问题里。村长，村长，村长，你这样，等一下，等一下，齐哥，坐，坐，坐，齐哥，你好高，哦，腰疼，哦，好吧，你们每一天每个人先交伙食费，对，对，交伙食费，伙食费是要交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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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先定一个数，大家先交了，好，先把这个钱充上，一人650。650发电报，650真的不够，为什么呀？哇，你早上不喝牛奶呀？你早上不吃鸡蛋呢？我们要吃好一点呢，我不能那么差的伙食呀。哎呀，不够的时候我们再开会。650花完了，再开一个会。主要没事干，可不就开会了吗？对吧？要不然大家坐在一块干嘛呀？我觉得15个人好吵，好吵啊，好可怕呀。你都已经交了啊？我试了一下嘛。你试，你拿1块2块试啊，你拿600多试，你这孩子，我天哪，我能不能650了，650了。650是，我也付了啊，那我也交。咱们都住同一屋檐下，我不交显得有点不太合适。哎呦，交钱，所以大家都要交了是吧？每个人先交650试试吧。哎，是现在有学应交了是吧？我们同寝室的3位都交了，我不能不合群儿。哦，我们大部分都是啊，跟着头，跟着头，好，啊，跟着头了，跟着头了，行了，没问题。我也交了，我交完了，我都付了。反正15个应该9750，等会儿看谁没交好。哦，哎呦，这是从现在开始勾心斗角了，不是？小齐，你交了吗？交了，交了。是你没付钱，付了，我同意。哎，就苏芒姐对我的信任就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你没付钱吧？是你没付钱吧？我看一眼。哎，有了9750。